大家好，我系记，今日系2023年1月13号星期一，琴日去咗公司铺头参加香港关系嘅集会，喺嗰度香港人同埋对香港有兴趣嘅日本人互相交流，我识咗好多，譬如唱饭、菠萝油、蛋挞、虾饺。流沙包等等，好好食啊！我同香港人、廣州人傾偈，少少用廣東話，佢哋用粗口好多，屌你老母，仆街，爛，屌爛死，好多字啊！我參加呢個集會，好開心，冰野御龍小姐開嘅，多謝曬。而家我關注香港嘅初選47人案件，我等緊呢件事嘅結果，好擔心咧。我希望佢哋冇事，光復香港，世代革命，拜拜。